行，可以给我比较充分的时间，因为我是第一次来咨询国防部，所以第一次时间太短，有点怪怪的，谢谢。那有请部长。请高部长。刘院长。哎，部长早。请问部长，空军司令的人选是不是一定要有战斗机飞行员的身份才可以担任？战斗机啊？对，空军司令的人选呢？也不一定，以往以往也有这个飞这个战轰机出身的，是，以往也有这样子，也有飞这个运输机或者其他的，对，是，所以应该不局限于在战斗机的这样子，只要是空军的优秀人员都是考量在内，对 ，OK， 好，那部长是陆军出身嘛，对不对？是，所以有关于空军的 TCTO 这个问题，你能。能就简单我请教你可以直接回答我还是要请空军的司令来回答大概请相关的空军参谋长参谋长 OK 委员好我是空军参谋长参谋长好我是想要了解说美军会依据战机原厂针对性能提升或影响飞行安全因素然后去发布所谓刚才我讲的 TCTO 的必要的修改好那并告知其他使用的国家对不对是的是吗、哦、那请问空军是不是一切都有按规定来执行只要他有规定我会按照他的规定来做都有、哦、是的好那我在这边提醒部长跟参谋长了、哦、一架战机是一个飞行员的一个生命、哦、但是如果像一架运输机就包含很多搭乘的人员还有甚至于资产甚至于财产的相关的这些是就比重上就是不一样、哦嗯那我举个例来讲，就是说 C-130 应该是运输机没有错吧？是。好，据我的了解，美军已经针对这一型的运输机的拦流系统完成全面性的失火预防修改，你们知不知道？这个相关的既定，我们都有相关同类型飞机的会议啊，这种资料我们都有获得。啊，我们做了没有？要配合做的。还没有做。它这一群这个消防的东西啊，它不是一个实现性的，也不是强制性的，它是建议性的，而且它的建议是说，在下一次的这个周检的时候，大检的时候可以配合执行，所以它没有时间上的紧迫性，也没有非做不可的这个要求。好，所以你的回答就是说，它没有时效性，然后没有强制性，对，所以参谋长可以跟我保证说，在你们还没有做这个系统整个全面的一个修正的时候 ，C-130的飞行是没有燃料油系统上的问题，所以飞行一切安稳，你可以这么保证吗？那万一它是一个，万一在你做整个这个系统的整个安全的一个修正的时候，在这之前发生的就刚好这个事件导致这架飞机出了问题，那你要负责吗？我可以负责，因为它不是一个 TCTO。刚才您所讲的 TCTO， 它叫做实现既定，对，它是这个是一个 SB， 叫做、这是一个服务的这个通知。好，所以它不是一个 TCTO。它不是，它不属于 TCTO。不属于 TCTO， 但是美军毕竟它有做这样的一个提醒建议嘛，对不对？建议。好，那这个建议就比如说你没有做，你还是可以保证它不会发生在这个整个燃料油系统的问题。在飞行过程，建议在飞机进场大修的时候再一起做。我是提醒了哈，是善意提醒。是，我是希望整个飞行的安全。是，因为它毕竟，哈、哦，不是一架战斗机一个那一个飞行员的生命而已哈、哦。是的，对是的。所以我不希望去看到这样的憾事发生，因为如果看到这样的憾事发生，到时候要追究相关责任，为时已晚，会造成更大遗憾。是的。好，所以我善意的在提醒部长跟参谋长。是的。参谋长请回齁。部长我想一个案件齁，我特别来这边再度跟部长提醒齁，本席接获一个厂商的一个陈情案件，是陆军委托军备局402厂采购这个光化网的案子，存有不公平的对待等等，那媒体周刊也曾经报道过，我不晓部长知不知道这个事情。我们晓得这个案子，我们也特别请相关的人员到委员那边去说明。对，我想利用这个机会，请他们业管的单位利用这个机会再向委员做一个报告。好，那我是不是先请教局长嘛？哈，军备局局长，对不对 ？OK， 那你知不知道402厂接受陆军委托了采购这光化网这个案子，
陈情业者拿着402厂的采购证明，是好，然后直接从海关把观光管引出来交给402厂，后来却遭军方以没有需求当理由全数退货，已经造成这个厂商的权利受损。那么这你知道吧？是啊，完全晓得。Okay, 好，那么这个案子在民国99年的时候，那么这个厂商呢，我们在这个合约，这个合约在上面特别定明的，因为那时候的预算还没有完全的获得，所以我们在合约上面是我们开标，但是我们保留绝标权。那么这个厂商在99年9月，他就是以电视机的摄像管的这个方式这个零件的名义来进口了，但是我们的合约是到10月份才开标。他在我们开标之前他就先进口了。那么后面委员所讲的这个采购证明是我们当初一个中校主任他自己个人的行为，在402厂内部并没有走完程序，所以说我们对于这个就是说证明文件我们是以伪造文书的方式我们来予以做法律上的动作。那么因为他后那么这事情发生的时候，这个中校主任刘姓中校主任他已经退伍了，所以我们就把它移到了那个就是说地方地检署来做审办，检署后面的法律判决我们尊重他的结论，但是我们内部对这次有疑虑。台中地检署最后做出来的结论是什么？他说是因为是你用伪造文书把它移送嘛，对不对？是，就是针对这一个采购证明，是你用伪造文书把它移送，是 OK 好。那最后台中地检署的侦办结果是怎样？那他对于伪造文书这边并没有答复。对他说因为是协助厂商从海关把货给提领出来，是那么这和我们移送的那个目的完全是不一样，所以这两个的说法就中间有相当大的落差。因为用伪造文书来移送，但是他的结论是不起诉，是然后不得再诉嘛，是那等于说这一张不叫做伪造文书嘛，没有构成伪造文书的要件嘛，所以台中地检署才会做出这样的一个结论。但是这个伪造文书我们尊重第三公证单位的一个决议。你的第三公证单位是谁？举例讲，我们走其他的法律程序，因为台中地检署并没有回复我们的那个要求，因为我们说这个文件并没有得到授权，司法内部没有得到授权，司法是独立的嘛，对不对？基本上你们用伪造文书跟他移送，他的结论就是要求你不得再诉了啊。但是怎么所有是？但是这个文件我要讲的是他个人的行为，并不代表政府机构机关。我还没有问到你那个地方嘛？好，对不起，好。那你说个人的行为，那在这一个采购证明开立，然后给厂商之后，你们有约询相关的人员？为什么针对这两个官房用印的人，你们之间有没有约询过？有，内部有做过调查。这两个都有调查过，都有约询过，是包含退伍的，是都有，是他们自己承认是自己那个用印的。他们身世用印嘛，对不对？是。所以这一张，那我再请教你，这一张采购证明到底是合法的文件还是不合法的文件？但是重点，他个人并没有得到授权。OK 啊，因为根据我们内部的行政程序，毕竟盖有官房的，但是问题要经过厂长的核准。OK 啊，内部的程序完了才可以用官房。我只是简单就问你，这一张采购证明合不合法？对我们那个内部来，对国防来讲不合法。不合法是。好，这个不合法的文件流出之后，那你们对相关的人员做出怎样的惩处？是不是简单说明一下？因为现在相关的人现在已经都退休了，我们现在正在内部在研讨法律的。这相关的人其中还有一个还没退休啊。是。对啊，是。那你们怎么做调查？怎么做惩处啊？那我们现在正在做内部研究，因为我非常关切这个。你的研究多久了？是因为那个台中地检署资料才出来没有那再出来。差不多多久时间你们会做成整个调查，然后做出惩处？要多久？那这个是牵涉到法律上的所有的程序，我现在不好立刻向文做这样的。这个没有牵涉到什么法律上程序，这是你们内部自行的一个调查，然后要来做出惩处嘛，对不对？是，这总是要有个时间性嘛，有个时效性嘛，是，差多久嘛？请局长。那么从我的资讯来讲，我预估大概2到3个月之间。好，2到3个月。是，我再请教局长，知不知道后来采购的光焕广是哪一个国家产品？知道，俄罗斯。俄罗斯，那你知不知道现今的陆军使用情况是怎样？就我们手上的资料的获得的状况，那么在去年的时候，他把我们第一批在100年时候的光管77具里面有12具是那个状况不良，那么送回到我们402厂做检诊。那么我们发现它的产生的原因大概是两方面，第一个是人员使用不够清，那个人员的使用可能有问题；第二是厨房的空间环境可能有问题。人员使用有问题，厨房的空间有问题。所以说我们预计在今年这个月底之前，我们协助你说有总共几具？我们进口几具？几具有问题？有问题。只有十二具有问题吗？我的资料上是这样子。你的资料是这样，我的资料跟你不太一样。是。你们有将近高达60%都是不合格率。我提醒你，
请局长现在在这个委员会所讲的话要据实陈述。好，提醒你，是这12具，那12具占几趴呢？我跟你提醒是60%。我请教陆军参谋长，因为我的时间有限，抱歉。我最后一个问题，请招委体谅一下，因为这个事情非同小可。参谋长，刚才局长答复得很清楚嘛，是你们使用不当，然后在储存的方面出了问题，是这样吗？这个使用不熟悉的人当然有，但是他那个品质不好也是其中因素之一。品质不好嘛，使用不当都有因素嘛，不是只有局长所讲的，好，就只有所谓的使用不当的储藏的状况、储存的状况、储放的状况不是很理想嘛，对不对？所以它的品质确实有问题嘛，它的品质是不是跟我刚才所讲的高达60%都出了问题？有没有？它的比例很高。对啊，它多高嘛？总不可能局长没办法回答我，连你这个在场的都没办法回答我。厂长来跟您说明一下。那请厂长，请快速回答吧。是陆军飞机厂长。是目前的话呢，确实有部分的话呢，是因为光放管的问题。部分的话呢，是因为在人员操作上面，因为我们按照的话呢，从99年、100年，我们损坏我们自己陆军的损坏来说的话呢，大概这个平均的话呢，一年的损坏率大概是60到70具。所以的话呢，你们进口几具，一年到底损害得到60具到70具？是。我们平均的话呢，我们如果是三军来说的话呢，现在目前有几千具的一个状况。那么我们如果撇开这一次我们买的这个那个200具之内的这个数量来说，大概200具的数量，是我们平均的话呢，一年就是从以前用到现在，大概一年的话呢，大概换到70到80具，也就是说200具一年换到70具到80具。我们全部有大概几千具的这个，我知道，对状况。然后这边的话呢，我们平均一年的话呢，大概有70到80具会有问题。但是因为我们针对了这一批买进来的，因为刚才委员有特别咨询到这一批的话呢，因为它的来源呐、啊，包括它的当初验收有一些些的瑕疵或者有一些的疑虑，所以的话呢，我们特别重视的这一次，把这一批的话呢，我们就好好的去检讨一下，看看到底我们好好的管制。就我发觉到说，部分确实有部分是光放管的问题，有些是因为它也发生了，譬如说旋钮啦，譬如说它的一些其他的一些那个进水方面的一些线圈的问题，所以这个的话加起来，我时间有限的哈，这边有你们的检测报告，部长你要我这些的资料我都可以如意的给你，但是你要保证我不要丢掉哈，不是陈鲁他们三位跟现在跟部长还有跟委员会所报告的这个状况，这个事情我跟再度再提醒，我今天来这边不是要揭弊，我是善意的提醒，陆军你在使用这些东西搞到这样的程度，你们还闷不吭声。这是造成陆军整个在使用上很大的一个损失。那今天我们采购这些光放管会造成这么大的问题，后续还有，今天你们在这边答复我的，将来作为呈堂的证供了。好，到底你们那一批多久的时间就损害掉了？然后你们的不良率是多少？这些在你们的报告里面都非常清楚。但是我不晓得今天局长为什么好意思这么跟我答复，只有12具。好，所以我再请部长了、我这些内容是包括今天有所谓采购证你们的责任跟惩处的作为。那刚才局长说2至3个月，部长是不是可以承诺我就2个月吧？不用再那个2至3个月嘛，是，我们。然后161具的，我特别在讲到有一个批号，161具的光放管的故障的统计表，妥善率的正确数据，请部长是不是责成相关单位？我责成这个总督察长 ，OK， 来做调查，给委员做个说。好，谢谢。顺便报告，是下星期一前呢、啊，可以提到我办公室嘛，好不好？是是。部长，我再次提醒，我今天来不是揭弊，也不是在关心那个厂商的权利，是关心到陆总部今天在处理这些事情面对的很大的损失、谢谢，而且这个损失可能会持续的发生，到时候会影响到整个国防部，影响到部长。谢谢委员的提醒。谢谢，询答时间结束，啊。我们先处理临时提案。